大家好，我今天念一本书。叮铃，这是公主。大家看，有一个城堡，对不对？好漂亮，好华丽哟、哦！而且是粉红色的。这里还有一个兵士，两个兵士。这个是马车，这个是树，还有小鸟、小花的。那这个已经被玩掉了。这很立体耶，怎么做这么精致啊？这个好，再来呢。这个、第二页，他去草原看了，然后这个是他们的围墙。那后面都是他的动物朋友吗？他到了这个，他把衣柜打开，他的衣帽间，还有吊饰。他要换衣服了吗？为什么这里有一个拉环？哦，立体的耶。好棒啊，他换什么漂亮的衣服啊？这个粉红色的哦。好，吃饭时间，吃下午茶吗？嗯，这个是他们的国王。然后这个是公主，这个是他们的太太。哇，它每一个细节像他们的点心都做得很好耶。好，魔法。他在沐浴吗？对，他在沐浴。谁辛苦？你看他们的浴缸有够华丽的。哇，华丽哦，有宝石哎。啊，晚上看烟火了。啊，烟火会动耶，是欢迎这个小公主到来，对不对？你最喜欢哪一页呢？我最喜欢的，你们猜啊？我觉得是第一页吗？对，第一页。这么华丽的城堡是不是？好，谢谢大家按赞哦。好。